变风波之前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在风波过去后他也逐渐开始复出，而17日正好是他的世子7岁生日，不过他却低调没有发文，但是公司却开心表示，为了感谢歌迷朋友们对王力宏的祝福，所以工作室准备了一段影片，而影片中记录了他演唱时神情的模样，同时还有热情的歌迷特别在美国时代广场刊登了生日广告来为王力宏庆生，而影片在网上曝光后，网友也纷纷在留言下方为王力宏送上生日祝福。据被问到近况，经纪公司则低调透露，这段时间王力宏正积极筹备泰国的演唱会，也透露这次会有特别的乐器出现，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只要你说一声愿意，所有的未来才有意义。你的爱是我的 everything。